参谋长，国政号所剩官兵不过五十人了，已经凑不齐一艘舰了。接着说啊，我再听。我想说的是，中国海军绝不能有舰无人。于舰长，你们原地待命，绝不允许动用一兵一卒。是。报告。进来。参谋长，刚才于舰长打了电话，说他们舰的官兵损失惨重，我想让他们撤下来，可是道路凶险，又怕遇到敌人的追兵，所以我想派一支救援队前去救援。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当这个救援队的队长？学生一定把他们活着带回南京。南京已经风雨飘摇了，直接去武汉。武汉还有战舰，武汉还有我们海军的希望。是，准备去吧。天君，你失败了。是。你的指挥刀呢？丢在战场上了。一个真正的武士，宁可丢掉性命，也不应该丢掉武器。钟天君，你不要忘了，中国海军还在，你死也应该死在战场上。是。中国不缺邓世昌，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的敌人，重新认识中国人。是。那么多弟兄，他们都是被我连累死的。该死的是我，你说的是混蛋话。高成忠，没你照样得打仗，照样得死人。其实我心里比你更难受，死了这么多人，我都不知道我妹妹现在是不是已经……进来。进去。报告，营长，我在树林里抓到个奸细。你哪儿的？你们哪儿的？
是我先问你的。我是记者，过来采访的，迷了路。记者？就算你想采访，能挑中这鸟不拉屎的群山沟？就算你挑中这个地方，你想采访谁呀？野狼？就是。营长，我看他那妖精样，肯定就是个汉奸。你鬼鬼祟祟，你才汉奸呢！嘿，你说什么呢你？田大柱，少你多嘴了，出去。是。听你这口气，你还挺恨汉奸的。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独立营，专门打鬼子捉汉奸。山里有野狼吗？有，山里还有打狼的好猎手。我终于找到你们了，这是你们南京的联络员让我给你的。干什么呢你？听说里面的是女奸细，我想听一会儿。听什么听？你这不是审着吗？就听一会儿。一会儿？嗯，就一会儿。你说的啊。一会儿就走。一会儿就走。嗯。按照你的说法，你是在牢房里认识的陆红，是他让你找的联络员。没错。他让你来送信，那么他呢？已经被特务给杀害了。爹，我饿。你当我这是伙房啊？出去。爹，出去。纸条我已经送到了，明天你暂时不能离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写这张纸条的人在你离开的当天就牺牲了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也有人把他给出卖了？你说呢？太可怕了。你怀疑是我出卖他的？对不起，我们有必要对真相进行核查，在没查明之前，你暂时不能离开。先把他带过去。是。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特务呀？走。我是特务，我深更半夜给你们送什么情报啊？别废话，快走。进去。开门。第一，给我盯紧点，别让他跑了。第二，按礼数招待。明天抓条鲤鱼，给他改善一下生活。是。报告，司令部派来一支救援队，建议我们撤退。于舰长，让你们久等了。郭文展，
救援队队长该不会是你吧？你才区区一个中尉。学生现在是上尉。哦，是吗？近水楼台先得月呀。郭文展，文展。这么说，你去南京是为了救我妹妹？我没敢和盛忠说实话。我妹妹现在呢？应该回家了吧？好。文展，我那封信。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啊，没事，意料之中的。哎，什么信啊？说正事儿，我不同意西撤。这是海军司令部的命令。海军司令部下令沉船的是他们，下令抛锚布阵的是他们，让我们上炮台的还是他们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们究竟哪回是对？哪回是错？盛忠，西撤是为了保存实力，这回没有错。我们还有实力吗？即便有，等中国亡了，保存实力还有什么用？我们能指望的不是实力，而是勇气和血性。我们是需要勇气和血性，可是盛忠，海啸培养我们八年，是让我们成为舰艇的指挥官，而不是一个扛枪的战士。是，我们都可以在这儿战死沙场。可是50年后，后人只会看见漫山的青草，我们早被炮灰给掩盖了，没有人会记得我们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青史留名，我无所谓。可是你有梦想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艘战舰，它没有沉。高盛忠，战舰就在武汉等我们。给自己留次机会行吗？鄂子儿，你媳妇找你。不是叫你回东北去接我爹我娘吗？俺是往北走的，可走了一半，路让鬼子给封了。我们队伍要西撤，你回来的不是时候。既然回来了，刚好和部队一起撤退。胡闹！海军不允许家属随军。况且这位家属也名不正言不顺啊。少校，假如她是你妹妹，你会把她扔下，让她自生自灭吗？高盛忠，军人有军人的职责。笑话，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我还算什么军人？拉倒吧，忠哥，俺不想给你添麻烦。你少插嘴。郭文展，救援队队长是你，给句话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嫂子，跟我们走吧。郭文展。你时间差不多了，集合。走。弟兄们，我的任务就是把你们活着带到武汉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切行动听我指挥。下面，脱下海军军装，换陆军军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海军啊，对啊，我们是海军啊，为什么？这怎么就好好的？换军装，凭什么？小日本在你们的手上栽了跟头，
必然会闻着海军的气味穷追猛打，所以不但要换装，而且要把所有带有海军标记的物件全部丢弃。穿着海军军装撤退，你们不怕丢人现眼吗？脱！听我口令，依次把海军军装投入火中。沙虎将，你第一个。谁有针线？要针线干什么？我的军装少了一只扣子，我得对得起他，不能让他死无全尸。将军，据可靠情报，敌人炮台有一小股部队正在西撤，好像就是打败过你的中国海军。将军，那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啊，机会我给你，陆战队的精锐中队我也给你。多谢将军。这是我最心爱的一把战刀，现在它的主人是你了。你要记住，只有打败强者，你才是真正的强者。是。1938年的初冬，我们终于被打回了原形，而那身散发着汗味的陆军军装，成了我们最后的一块遮羞布。我们选择了撤退，没人再提军中贵族。我们只有一个念头，活下去，活着走到武汉，那里还有我们的舰队。这身衣服真够晦气。大少爷，给你黄袍加身，你敢穿吗？那也不能穿二手货呀，瞧见没？啊，弹孔，知足吧。瞧瞧这个弹孔，啊，左胸，衣服的正骨肯定挂了。让郭大队长给我牵马，折我的阳寿啊。学生给老师牵马，理所当然。没那么简单吧？这缰绳在你手上，你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，我得听你的。学生永远是学生。老师，您说咱们是不是该休息了？这话说的是滴水不漏啊，你看着办吧。你又不是狗逼膏药，你死贴着我干什么？你没撇下啊？俺知道你心里乱。那是怕你出事儿，我良心不安。原地行军。
去啊？撒尿！薄脸皮，对俺好还不承认。瞧俺多疼你，这一路上还不忘那双鞋垫儿，终于成双了。那只鞋垫呢？哎，别坐呀！那树上沾着五六泡尿呢。哎，我自认倒霉。那你也撒一泡，让别人倒霉一回。尿不出来。都说活人能被尿憋死，刘松花就是那泡尿，我都快憋晕了。幸灾乐祸，你就不能说句安慰话？行，我说一句安慰话，就三个字，你活该。谁让你把他带出来的？再忍八百里不？谁让你放我东西的？按照送给你的信物，鞋垫呢？鞋垫？哦，对了，鞋垫呢？不是在这儿吗？你瞧我这破记性，原来被你先找着了。俺还以为你不稀罕呢，哪知道你还随身带着。这是什么呀？是玉镯子。买给俺的。是不是不小心摔坏了，没好意思送给俺？钟子，只要是你给俺的，俺能不喜欢吗？你就不能说句真话吗？满嘴谎话，你还是个爷们儿吗？我什么都没说啊！俺替你说，俺送你的鞋垫你扔了，这是买给大小姐的手镯子，你还留着。你还让俺回东北接你爹娘，说接来就成亲。你当俺是傻子？松花，松花，哎，松花，哎，松花，你不是傻子。哎，我才是傻子呢。报告，前方一公里处发现了敌人的踪迹。哦，终于追上了。现在的风向呢？四级左右，东北风。准备芥子气。是。老鬼，啊，听说你跟高胜忠交情不错，啊？
还成。嗯，想不想替他出口气啊？有人欺负他，不能吧？高胜忠居然怕女人，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哎，胡夏，你看见刘松花了吗？怎么了？哎，好好的，怎么说没影就没影了？撒出去的尿当然没影了，又不是我媳妇儿，别问我。哎，那不在那儿呢吗？喂，谁让你乱跑的？哎，走。弟媳妇儿，听说你是东北的。啊，咋了？会唱东北二人转吗？那有啥不会的？宁舍一顿饭，不舍二人转吗？那兄弟们都走累了。给大家来一段解解乏呗。成啊，想听什么？嘿嘿，王二姐思夫会唱吗？唱呗，小菜一碟。好，弟兄们把耳朵都支棱起来啊，王二姐要思夫了。鼓掌。冷飕飕啊，王二姐坐北楼啊，好不自由啊，哎哎嗨哟，哎哟。小脖梗儿不洗，好像大车的轴啊！别唱了！哎呀，阿仔，这弟兄们都在兴头上呢，你别扫兴啊！接着唱。那是卖唱的，啊？想听小曲儿，你找姚姐去。你干啥呀？人家爱听，俺爱唱，碍着谁什么事儿了？碍着我了。你缺心眼儿你啊！他们把你当猴耍，你知不知道？俺乐意，你是俺什么人啊？多管闲事！吴导，怎么了？都怎么？快走！走！吴导，快！大哥，快！我背你，快点！不用你管。少废话，快点！
小心烫着，小祖宗！又给女特务送饭？你爹吩咐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我来，我来。你来啊？嗯。别烫着啊。嗯。慢点哎。哦。雨桐，谢谢。小弟弟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不知道。张记者，张记者，小兔崽子又给我惹祸！田大柱，有。营长，老规矩，二十项，少一项我找你算账。是。小王到。是。张记者，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你所提供的情报全部属实。那个出卖同志的叛徒啊，已经被我们秘密处决了。你自由了。就这样。我还要真诚的给你说声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。你们凭什么在没有查明真相之前就选择怀疑？难道相信一个人那么难吗？不是我们不想选择信任，而是形势不允许。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，既要提防汉奸，又要提防国民党特务，这两拨人啊，花样百出，防不胜防。你可能不相信，我们的情报工作者所面对的是另外一种枪林弹雨。我相信，这一点在卢红大姐身上，我体会到了。有文化就是不一样，一点就通。杨营长，我可以留下来吗？为啥？这边穷山恶水的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我想成为卢红大姐那样的人。成。我们这里啊，最缺你这样有文化的人。以后呢，多谢谢我们，让全中国人都知道，我们打起鬼子来一点都不含糊。按完二十下了，赶紧赔不是。姐姐。我陪你鱼。什么鱼？大鲤鱼，十斤以上的，我这就捞去。原地休息，注意戒备，不行，都不准休息。趁鬼子没追上来之前，赶紧撤！有些弟兄掉队了，不能不等他们。你少拿鸡毛当令箭，要等你等，我不伺候。于舰长说的对，趁鬼子还没来，我们赶紧撤吧。你当家还是我当家？你想当家是吧？好，那你就负责到底。休息了，下来，坐。哎呀，伤的是哪条腿啊？右腿。把裤腿挽起来，自己挽。血粘着裤子了，俺怕疼。怕疼不跟他紧一点？不是你骂俺像狗皮膏药，嫌俺贴着你了吗？该贴的时候不贴，不该贴的时候乱贴。啊，这条腿啊，忍着点啊，我数到三，一，二。你咋这么阴险啊？不是数到三吗？哎呀，没伤到骨头，没事。死了！老鬼，老鬼回来了！老鬼回来了！我过去一下。
老鬼，看见沙虎啸他们了吗？他们都被鬼子抓走了。说什么？我亲眼看见了，沙虎啸他们被毒气熏翻了，总共八个兄弟都被鬼子抓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救他们呢？我想出手来着，我也中了毒气，浑身没劲儿。要不是压在死人堆里，被鬼子看花了眼，我也早成了俘虏了。 关展，赶紧下令救人吧！关展，你可别犯糊涂！冤枉！你敢见死不救？你他妈想造反啊？他们成了俘虏，和死没什么两样！你别吵了！山中，过来一下。 不能丢海军的脸，等鬼子问起来，我们就说是陆军的。小总，保住大多数是我的使命。我不管你使命，我只管你救命。我也想，可我身不由己。当初怎么说的？殊途同归长相守，沙悟萧他们也是你弟兄，他们现在还活着。行，什么也别说。 枪你拿着，你当队长，我去救人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就知道你能理解我。队长，你接着当，我带几个弟兄去救人。你怎么还想着救人？没有人会跟你。那我就千里走单骑。 我会在这儿等你，不过只能等两天。那个刘松花，我帮你照顾。这点钱你拿着，大洋我用不上，要给就多给几颗子弹。你现在等于半路溜号，救人成功你是英雄，可万一失败，军法无情。到时候。 海军、陆军，陆军经常扣动扳机，实质应该长着老茧，而你却没有，你们就是海军。哼，爷爷我是陆军的新兵，还不承认。 来人，搜身！海军勋章，哪来的？捡的！再说一遍，你也有我捡的！ 最后问一遍，这枚勋章哪儿来的？这是我爷爷的遗物。这枚勋章很罕见，你爷爷叫什么名字？沙远山。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沙老将军。 是他的孙子，肯定是海军，而他们，通通都是。
老鬼，啊，你当了十年士兵，想不想过一过官瘾呢？嗯，想啊，当官不争先，吃饭靠一边啊。想就行，找几个可靠的弟兄，跟我去救人，人救出来，你就是虎胆英雄，至少是中尉。找几个可靠的弟兄，跟我去救人，人救出来，你就是虎胆英雄，至少是中尉。嗯，就几个人，能救成吗？炮台要塞那一仗，我不是打赢了吗？没把握的事儿，我是向来不干的。啊，老鬼啊，你呢不是好赌吗？我赌这事儿能成。就知道你没那命，我成全别人去。慢着，我舍命陪君子，多了。哼，钟子，过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钟子，你真去啊？这些大洋你拿着。行，救不了人，俺俩回东北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救不成人，我绝不会活着回来。这钱就当我是给你的抚恤金。虫子，你别去冒险，成不？不成。那你带俺一起去，俺会打猎，会使枪，俺绝不成为你的累赘。你把我拖累死了才算累赘是吗？救人打仗是爷们的事儿，你少瞎掺和。虫子，俺舍不得你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松手你！虫子，俺是你媳妇儿，你要了俺吧？啊，你现在就要了俺吧？松开，你松开！你恶心谁呢？这种时候还想着床上的事儿，你脏不脏你？高振中，你说谁脏？哪脏了？俺不就是怕你回不来，想给你留住香火吗？快点。屁股摔疼了没？屁股不疼，膝窝子疼。别疼了，傻丫头。万一我回不来，还留什么香火？答应我，如果我真的回不来，你就找个好人家，好好过日子。虽然没拜过天地，但俺绝不会找第二个男人。你要真当我是你男人，就乖乖的听话，让我去救人。你还答应俺，你要是能活着回来，就娶了俺。我答应，我答应。老公，又不是小孩过家家，拉什么钩啊？八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
就是杀虎啸。请坐。中国海军连坐的勇气也没有吗？嗯？来来来，请坐。你的祖父是中国海军的元老沙远山，又是陈立荣的恩师。可陈立荣呢，是我的同窗好友，也就是说你应该是我的晚辈啊。以你的才能和你的祖父相比，谁更胜一筹呢？我看你不如他。凭你祖父的才干，他照样在甲午海战中遭到惨败，你又能有什么作为呢？投降吧，啊，年轻人。郑田君，在。他还不知道我们的战报。我们的勇士已经攻陷中国的首都南京。天皇陛下万岁！大日本帝国万岁！来来来来来，喝茶喝茶啊！这是西湖龙井，盛产于杭州，我特地带来的。不要扫兴哦，嗯。哥，你中国有句老话，兴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就等着吧，压下去。郑田君，在。将军，这个杀虎啸，这个杀虎啸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。如果能够让他招降，那就可以大灭中国海军的士气，动摇其军心。明白，我一定逼他投降。要记住。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啊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先把他押送南京，一路上好好款待。是。高承中他们救人去了，是。那就下令开拔吧。我和高承中有两日之约，我要等他们回来。行啊，拿着弟兄们的性命送人情，够阔绰。他们是去救人，他们是拿着枪开小差，死罪。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你裹足不前，置大部队于险境，你小心自身难保。你什么意思？等你到了武汉，你就知道了。你不是很在意你头上这顶乌纱帽吗？等你没了脑袋，我看你拿什么来戴它。高老三。
喘口气，喘口气，到哪儿？喘口气儿。啊，才走了一个多钟头，至于吗？急行军不是我的强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郭文长说等你两天，你还当真了？啊？他可是言之做作。做个屁！郭文长那伙人你还不清楚啊？啊，当初你们合伙打下鬼子的飞机，他为啥帮杀虎校邀功啊？溜须拍马呗！哼，我跟你说，郭文展那小子藏奸耍滑，靠不住。给我闭嘴吧！你再敢挑拨，信不信我给你舌头打个结？上路。高大胆儿，我给你打赌，那小子肯定不等咱们，两块大洋。走。哎，大兄弟，你干啥去啊？队长命令撤退。啊！哎，谁拿我枪了？我枪呢？1937年12月14日。我并不知道，就在前一天，南京沦陷，而我们五个人背道而驰，只为了救出几个人。仿佛只有这样，我们才不算是一味的逃命。我期盼着，在拯救别人的中途，也能找回一点被炮弹打碎的海军之魂。高导，你说你想怎么救人？对不起，我心里也没有底。高导，你真敢赌啊！你赌可以，你凭什么拉上我们的性命？啊！是杀虎将命是金贵，可我们也是人啊，我们也想平平安安的出现在武汉的军舰上啊。老鬼，你听我说，我们都是中国海军。老子不是，老子就是你桌子上的筹码。眼睁睁的等着老天开眼，指望你摇出一个头彩啊！可你不是神仙。你到时候也得粉身碎骨，弟兄们，走，站着。老鬼，省着点。你就是一疯子。一个疯子带着几个傻子，我真缺心眼儿。我早就知道你在忽悠我，我不甘心，我也想当英雄。可我现在他奶奶真后悔啊！我干嘛要承认呢？我为自己，为了证明你是中国海军里的英雄。鬼子，不懂。
隐蔽。老鬼，啊，顺藤摸瓜，我们还真摸到老窝了。现在打吗？不，等天黑了再说。好，撤。啊！是。宿里面有人。啊！撤！快撤！快撤！这场伏击没有白打呀，还救了一个女中豪杰。你是游击队吧？啊，不是。啊，求求你了，快救人吧！我不是把你救了吗？不是俺，是俺男人，他是海军，他去救人去了。俺又去救他，你又来救俺，就反正你，哎呀，你快救人吧！给你磕头了。哎，别跪别跪，起来起来。你慢慢说，什么海军？你救我，我救你的。你能不能把话说顺溜了？梁营长，我听说你们消灭了不少鬼子，要好好采访你一下。山灵云，刘松花，你们俩认识？啊？你怎么来的？俺追俺家钟子过来的，他去救你哥去了。高大胆儿，是我。齐大定用呢，都死了。这真笨，我连个盆底都憋不住。老鬼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把枪放下，你把枪放下。别开枪，别开枪！松花，就是他，哎，就是他，他是俺男人。跟紧了。怎么不跟俺家钟子热乎两句啊？没必要，我和他缘分已尽。装啥呀？俺家钟的人还没到，你都提前蹲坑了。俺跟你说，钟的说了，只要救出人就跟俺成亲。啊，对了，你看，酒席先都准备好了，够摆十桌呢。哎，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啊！说真的，
除了你，我还真没有别的姐妹呢。这一路辛苦了。妹子，俺知道你不是坏人，可是俺……没事儿，缘分天注定。别跟高胜忠说见过我，快去吧。你们真的是国民党海军？怎么不像？海军就穿你们这身衣服？谭正胜，就凭你们两个，还想救人？同胞兄弟身陷敌营，岂容我做事？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可死在虎口的，往往都是牛犊。打仗要讲究战术。鄙人在海校苦读了八年，敢问阁下师出何处啊？我16岁参军，没工夫读书。难怪啊。且让我帮忙。啊，我送水，别管我，你们聊你们的。要深入虎穴救人，必须要考虑的周全，否则代价太大。哎，心有余力不足。怎么，你瞧不起我们？这倒次要。你们是共军，我们是国军，曾经水火不相容。就是，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人，在小日本面前，我们只有一个阵营。才放下钢刀就成了兄弟，你信吗？哎，报告，鬼子洞来艘炮艇，就停在他们驻地江边。知道了。炮艇啊？难道鬼子受到了惊扰，想用炮艇把沙虎校他们转移走？哎，我觉得是。这太好了，船上这套咱熟啊！好什么？跟我过来。这是鬼子的驻地，在陆地上我们还可以搞突袭。如今他们改走水路，是要把战俘押送到南京，所以说现在救人难上加难。多谢赐教，我们的人我们自己救。就俩人去捡肉包子打狗，我想借100发子弹，日后定当奉还。不借。刘松花，大洋呢？啊，在我这儿吗？哎呀，是不是丢了？快点。哦。我花钱买。我们每个战士只配3发子弹。没有余货，那我们借住一晚可以吗？10天8天都没有问题。谢谢。梁营长，出去。英国皇家海军军规第4条，细节决定成败，这就是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区别。什么正规军、游击队？到时候看看谁厉害。哎呀，完了。
郭文展脚底抹油溜了，新四军袖手旁观呀。哎，求人不如求己啊。啊，老关，过来帮帮我，快点。哎呦！哎哎哎，轻点儿，你想害死我？我还没动呢，队长。快点，别废话了，忍着点啊。啊，你啊，哟，啊，哎呦，这连血带脓都粘一块儿了。这袜子你还自己脱吧，这味儿比芥子气儿还邪性。过来，快点帮我脱。我熏死你！韩玉顺呢？哎呦，我尿急。哦，不对，我大号。你二位慢慢聊啊。刘松花，说你是狗皮膏药，低估你了。你死贴着我干什么？这不是游山玩水，是打仗，你懂不懂？我真恨不得啊！啊！你是俺男人啊，别人不顾你，俺不能不顾。行了行了，你出去吧。来吧，哎，你出去，快点！啊！这这这！哎，你烫猪蹄子呢？啊，就是要烫到你！你。你真够阴毒的！你要不是女的，我走。忠子，俺不能看你去送死，俺求求你了，俺不要求成亲了，俺就要你好好活着，活一百岁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把我脚剁下来，你也拦不住我。我明白了，难怪你不敢见高胜忠。不是不敢，是不想。山林同志，我得劝你一句，子弹可以躲，感情不可躲。是感情在躲我。如果工作需要，我可以很坦然地面对他。你文化人的心思，你不好琢磨。救人的事儿你怎么看呢？要救的人是我哥，我没有发言权。我和你一样矛盾，但凡救人，恶战就在所难免，后果难料。要不然这样，我先给师部发份电报，一切听上级的安排。忠子，你进来了。营长，团部回电报了吗？被劫了，站岗的战士被绑得跟粽子似的。丢了什么？两把三八大盖，还有两套缴获的伪军军服。肯定是高胜忠干的。什么海军，简直是海盗！杨营长，求求你救救咱们吧！啊，那个什么，这个大洋全归你们了啊！说起来，大洋救不了他们的命。不
鬼子很可能把战俘押送到南京。葫芦口江面最窄，可以设下埋伏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鬼子最怕走夜路，通常会在白天集合。咱们现在动身，还来得及。可上头还没回音呢。不得了，除了问题我担着。为了几个国民党海军，不值得违反纪律。我这是在鬼子手里救中国人，集合队伍出发。是。要提高警惕，不得出任何差错。如果中途碰到反抗，除了那个沙虎校，全部干掉。是。跪下！快跪！兄弟们，到了南京，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，横竖都是死。不如跟小鬼子拼了。话是没错，可咱们没机会啊。别笑了，严肃点。我说这浓眉大眼的也能当汉奸？哎，一会儿见到鬼子，装的像一点。放心吧，把鬼子弄晕。张康子，能不能把发动机弄停了？发动机太累了。好，我把鬼子引开，你下手。干什么？找撒尿。响了，从这边开过来了。田连壮，有。按照原定方案，你们的小分队啊，提前下水，等到鬼子的炮舰一出现，就用渔网缠住螺旋桨。快，走。梁营长，梁营长，敢一敢枪吗？你怎么过来了？俺会打枪。我的姑奶奶，这是打仗，你以为大台在唱戏啊？你简直乱弹琴。我跟你也说不着，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报太君，我们奉命执行一下侦察任务，结果遇见了新四军，幸好遇见了太君。哎，对，幸好遇见了太君，太君太好了，打得好，要死要死，三云娜娜，三云娜娜再见的意思，三云娜娜是你好的意思。闭嘴，笨蛋，话真多。谢谢太君，走。谢谢太君。
可能是机械故障。长官们枪，看着他们！哎，救护车来！哎，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我们。起来！快点，起来！动手！啊！老实点！再不动手，你就跟他一样，把他给我搂下去！对。太君，后面怎么了？打起来了？你刚才说附近有新四军？哦，是，被我们甩掉了啊！哎，对，啊，甩掉了。机顶上岸，除了那个沙虎校，连这两个人一起全部枪毙。哎哎，太君，哎太君，我们是皇军的人呐，那我们这……太君，我有个秘密，他会修艇。真的会修？啊，是，我在商船上做过水手，会修。嘿嘿，修不好，一样枪毙。是。走。狗汉奸，帮日本人修艇，就是你连累我们，知不知道？你还嘴硬，你修我，谁都活不了啊！你，是他对，他废话太多了，都悠着点啊！等爷爷修好了机器，有你们好日子啊！他也该爬到。还能赶得上吃午饭吗？你快修吧，修好了上岸吃午饭，修不好吃枪子儿，是吧，太君？你们中国人就知道吃。修好了机器，我赏你们罐头。啊，谢谢太君。谢谢太君好赏，就好了。准备战斗。光顾着吃啊，快去帮太君检查一下机械，啊，嗯嗯，检查机器，检查一下机器，我去看一下。啊，太君，我听那机器动静不对，我去看两眼。啊，太君让我学习一下。
救完人就把刘宗花娶了，今儿就把这事儿办了吧。大家没意见吧？我有意见。多谢，青山不改，后会有期。啊，把中国海军通通撕成碎片。咱们的军舰，那是小日本的军舰。武汉一战，国民党海军全军覆没，去组建新的海军学校。我希望你们几个都参与进去。